2023年的台湾灯会伫台北，时间是2月初5到2月19日来举办。为了这看花灯的人潮，这台北市消防局今仔日就针对着花灯演练，针对有一挂有建筑物或者是空间较矮所在，布置疏开人潮，加拍火救灾流程。现场灯咧无记的是灯会灯区发生爆炸，消防人员抢救的情形。另外一边，模拟看火灯的时阵，发生人打人的意外，消防人员指挥民众逃生，救护伤者。有一些，譬如道路比较狭小，它高低起伏比较严重的，除了可以采用工法哦，工法之后，譬如我们在上面用木栈板理，我们需要进行人流的管理哦、管制等等。台北市消防局为了应付台湾灯会人潮，17举行大型演练。消防局特别点出，有一挂灯区是借建筑物另外改造，所以会加较注意内灯的能力，加少拍电的风险。一些灯具哦等等的，有可能哦，它是个临时哦建筑物做出来的哦，它的稳固性等等，也有可能因为很多民众哦上去参访的时候会有重量过重的问题。那灯区里面的展区可能电力因素或等等哦会有燃烧的现象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几个比较重视的。2023年台湾灯会对2月初5到2月19展出。消防局表示，灯会期间会逐天派5台消防、救护加防暴的车辆，另外加20个人员做好准备。记者麦尚颖、陈宝乐台北报道。